红船准备好的话，随时举右手告诉我们哈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加油！ 我简直不敢相信，我居然跳过去了，我整个人非常完美的飞了过去，非常开心，我就一直在等，我说啊，我成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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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掌声欢迎红尘归队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这是到目前为止。 在跳台这个环节当中跳完之后最嗨的一位选手，我在台上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一定会摔的，但只要不受伤就好了。但没想到我成功了，耶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真替你开心。你整个的表现加上跳完之后的状态，给后面所有上台的选手一记非常非常这个稳的一个定心丸。是我吗？我怎么感觉你是？接下来上跳台的就是秘密了哈，秘密，看完红尘小妹妹的表现之后。 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有没有平复一点？加油！我觉得虽然说该来的总是会来，但是红尘都那么棒了，我们也要加油。是啊 ，OK， 加油。